刚说完可以优惠，那个票就退了。相左爱了。对。那个叫什么？原汁原味。不行。第一站呢，我要带他去台北101，这个是来台北必须要去的地方。我们成功抵达，好香啊！茶叶蛋，茶叶蛋。我们两个现在在这个底下的小吃街，然后一会儿2:30就可以上去看那个观景台。这是我第一次去那个观景台，其实我之前也没上去过。他现在在搜攻略呢，看他一会儿怎么拍照。好像早餐吃的饭团呀。但呢，我们是来到了台北101的观景台，然后现在去取票。我是在网上订的票，它可以优惠180元，正常现场买票呢是600台币。我弟弟查了以后是在网上买便宜，所以大家如果过来看的话，可以在线上买票。这也是我第一回来，其实我也挺激动的，我从来没上去过，沾你光了，你不来我肯定不上去。家人们白开心了，家人们白开心了，还是花的全票，我太难了。刚说完可以优惠，那个票就退了。是因为我们两个拿的是出入境许可证，不是那个常住的那个证件，所以我们享受不了这个优惠，只能买600的全票。嗯。但是大家应该可以，能感觉到鸭耳是吧？这里还在分享世界十大高楼。这个是我们合照最好的方式，耶！声音是不是太大了？没事，大家都很开心，都很兴奋，对。对，第一次上这么高的楼。这你看，那个旋转的楼很特别。我弟弟说他看到停机坪了，我说在哪儿啊？他说那个 H 就是停机坪。哇，这点上的风景真的挺漂亮的。哦，每个景点你可以点一下，它就出来介绍了。嗯。我们现在过来看凤祖泥球，本来要走了，才发现有这没看。你快去摸一摸，摸我脑瓜全是粘头。你去摸，你去摸。你去摸，他说摸这球头发会全立起来。开玩笑的。我们赶上了整修，没办法出去。我走累了。我的鞋穿着不跟脚，我让他来给我换一双鞋。看好了，这双特别像舞蹈鞋的鞋，就它了。这个是40码的，但我能穿上。出发去下一站了。到了，到了。咱们这一站是哪儿？宁夏夜市。家人们，来早了，家人们。夜市天还亮呢，俺俩就到了。主要是今天台北行程的重头戏呢，就是这儿宁夏夜市，所以俺俩前面都是在铺陈，重点就是整点这儿的小吃。走吧，上把夜市没吃雨，昨儿这把好好吃一下子。走，干！大家还在跟准备，我们就来吃来了。其实也挺多摊了，够他吃的了，肯定够他吃的了。我们吃的第一摊。猪脚饭，看着它就很烂乎。在家的时候就爱吃猪脚饭。脆笋排骨汤，咬一下，哦，好多肉。来吧，开动。干了啊，家人们，先整一口大米饭。嗯，好吃，让我肚子有点。有点烫啊，烫吗？嗯，还好卤的，
咸蛋正好，可嫩了。你再来一口。Q 弹的。Q 弹的。嗯。绝美，家人们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现在就像一个陪吃员一样，看着你吃。来尝一尝这个汤。嗯，很清淡，很鲜灵的。你咋喝进去的？这么烫，老烫了。但是确实是很鲜，这词儿说的没毛病。一口笋子吧。嗯。哎，我想到把你这个汤淋到我的汤泡饭上吃，那感觉会很好。汤泡饭。嗯呐。紧接着我们要吃这个鱿鱼，在排很长的队伍，刚开摊就排这么长的队伍。超级大一颗鱿鱼。一会儿怎么描述你要吃啥？要一个带黄瓜的椒盐的大鱿鱼。椒盐椒盐啊。对。詹姆，吃一个完整版的啊。嗯，这不是萝卜，壮壮。这啥呀？不知道。尝一口啊。嗯。脆脆的是什么呀？嗯，很筋道。嗯，有弹性，不油腻，一点都不油腻。虽然是油炸的，但它一点都不腻。椒盐味很浓。这个很新鲜，真的很新鲜，而且爽口。然后配上黄瓜汁。嗯。我弟说这是水萝卜，我说这不是。家人们，这到底是不是？这应该不是。藕啊什么的。还有我吗？嗯，这是虚的，很好吃。哪儿不好吃？炸的很焦，我就喜欢这种脆的香的。香，香迷糊了，香醉了。对，走啊，走，再尝尝其他的去。走。他现在有点不知所措。垃圾扔到哪里呀、啊？正常这边是没有垃圾桶的，但是夜市有，我带你找。OK 呀。十分震惊，以塑料袋形式的垃圾桶，临时的哎，嗯，也很好，很环保。什么是爱玉吗？爱玉，嗯，吃的吗？喝的，走，咱去整一个，整一个，走。加不加冰啊？都得有冰。不，前方这是什么？嗯，你自己换。自己换吗？对，这里。好，谢谢。这个好喝吗？好喝。看这表情，不喝凉，一点凉不喝，这是委屈自己了。滚刀。像果冻一样。像果冻一样 QQ 的、嗯。我喜欢喝爱玉，特别。全都归我了，他喝他的热水去吧。那我弟在找臭豆腐，闻着味儿了，找不着。闻着味儿来的，闻着味儿来了，就想吃这口。嗯，来臭豆腐，在这儿吃，在这儿吃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太干了，家人们，这个和上一次去夜市吃的长得不太一样，看看这个味道怎么样？嗯，差不多哎，但这个更粗，更脆。这更脆。嗯。你蘸点那汁儿吃，有点酸酸的。你要就着那泡菜吃。嗯，第一口其实尝不出来臭味，只是比较酸，比较香。后来慢慢的尝到这个汁水的时候，会有一些臭。够味儿，焦酸呐。够味儿，够味儿，好吃，好吃。嗯。嗯、来两口吧，烫不烫啊？太烫了，热着好吃，太热吃，家人们。来喝四神汤了。刚才我们两个不知道吃什么，四处乱晃晃的时候，碰到了咱家老铁，然后推荐了我们一家烧马鸡，但是没开，然后又推荐了我们来吃这间四神汤。我没这么尝试过，这个肉包超大，然后汤也很满，很多料，满满的料，对。来一下吧，整看看，又整身上了，我给你拿纸。太满了，太满了，来吧。太满了。
尝一下哦，家人们。尝一下。先尝一口汤。这应该是除湿气特别好的，因为它有薏仁、莲子啊什么的，这个季节喝比较好。对，我没想到四神汤竟然里面会有小肠。今天还有点难以挑战。你不敢吃？我不太会吃，对对对。今天在夜市碰到咱们家三位观众，有一个漂亮的姐姐，两个帅哥。我们那怎么叫观众？那是家人。是。嗯、谢谢大家对我们两个的喜欢。我弟弟比较好认，又高又胖。嗯，还好吃不出来这个肠的异味。是吗？啊，真的真的。嗯，这肠好 Q 啊，而且没有一点点就是下水的味儿，处理得很干净。但是它还有保留这个肠的一点点肥油，不然就吃起来太 Q 太干也不好，刚刚好。这个叫什么？原汁原味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想到了小胖呢？是啊，我是故意的，我要保留它的原汁原味。不行，开着肉包了啊！哦，这是一大块的肉。哇，好软，那面皮发的好好。发面大包子。你吃皮儿，我吃馅儿。嗯，竟然是甜的，麦麦这个皮，这吃到肉味了，真香啊！家人们，感动的流大鼻涕了都。是不是挺有肉味的？啊，又甜，又好甜。我这个肉挺有包子味的。给你来口。嗯，好吃的。我特别喜欢吃这边包子的那个面皮儿，和咱家那不一样。谢谢推荐我们过来的这个老铁，希望老铁能够顺利早日康复，也希望家人们都能够身体健健康康的，然后吃吃麻麻香。谢谢大家对我们姐弟两个人的喜欢。嗯、对，抱拳了，家人们。家人们，这就是生活呀！吃包子馅儿，我吃包子皮。让我想起了一首歌，他吃面来我哈汤。没有这首歌。绝对有。没有，问问老铁肯定有听过这首歌。没有歌。没有，咱们赌一下子，看看有没有博学多识的老铁能够指出这首歌到底是什么了。就没有。突然下雨了，我们还没带伞。我俩今天回家特别幸运，路上本来下雨呢，然后到家雨停了。铁来分享一下今天的感受吧，台北一日游。台北整体来说的话还是很不错的，但是太累了，家人们。今天也有一点小遗憾，就是101没有上90楼。哦，那个户外景台没开今天。那下次你想去哪儿啊？咱今天其实也没去太多地方。去101的下一站，爬山。哪个山？乐山、象山啊，象山。因为我在那个小红书上看人家在象山拍101，特别好看，非得让我去。那我今天穿的鞋不太合适，那下次我们在象山见。今天视频就到这儿了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晚安，老铁们。